我相信这一个人跟他相处久了，一定很快就会知道这个人有多少少有一些问题。我相信他不会骗我。小乔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跟你道歉，道歉是应该是讲说，我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，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，而且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是变得越来越好。如果你跟董哥没有发展下去，这。